方是任何人都能快速简单煮出好吃的面。这一款面是 Q 系面，像你这么爱吃面，你喜欢吃怎样的面？身为面控的我，觉得面就是要吃它的 Q 度和它的口感，这样来撑那一整碗面的生命力。生命力是不是好？这个就是独门香拌面，有两种口味，一个是椒麻，一个是香葱。等下我要两种都煮，先煮椒麻好了，直接打开。建议大家可以煮3到3分半，我自己是喜欢吃软一点，所以就煮了3分半。计时器，直接开始。3分半到了，直接下降。哇！不过这个辣粉，这个辣粉要注意哦，因为它是很辣的，所以要看每一个人吃辣的程度怎样。我们加一半就好了，我们加一半，一半一半这样子，剩一半。如果你很爱吃辣的话，你就可以全加。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吃很辣的东西的话，你可以加一点，因为它那个辣的麻的风味还是非常香。哇塞，它味道真的很香哎，它整个味道整个扑鼻而来。我在看它的那个酱包的时候，一打开哇，那个香味哇，充满我的鼻腔，非常的好。好，那我们加一点葱花。好。哦，那我要加一颗蛋。吃这种拌面就是要加蛋下去，然后还要蛋黄流出来。哇！哎，这样子真的是人间美味。就是要蛋液配这个面，然后加一点点粉底的无底油的那个酱油的味道哦，跟蛋黄混在一起特别好吃。我觉得就先来一口了啦。好，椒麻你可以吗？嗯。超香，而且它的麻，它的麻完全就是完全可以接受，在人口中直接散开。我要蛋加面，而且我蛋刚刚好，哎、欸，真的很香，真的很香。我觉得蛋丝也很不错，但是如果你想要多配其他的配料的话，也 OK。嗯。香葱的我是直接煮3分钟，刚刚那个椒麻煮3分半。酱包下去，这个打开那个香葱味道，严选红葱头直接冲出来，冲成这样，来开一半，开一半，加入我们的葱配料，加一点就好了。最后还需要上颗蛋，我觉得加葱加蛋不是必要的，因为它原本体就很好吃的，只是它是让它的提味的效果，让你的吃到的东西更有层次，然后吃比较饱这样子。红葱头的味道，它碰到那个热之后，它味道更重，所以它就是整个红葱头碰准，这一定要热了吃，很好吃哦。对。简单煮出好吃的面，简单但不随便，一碗好吃的面就是这么简单。这次工商比较特别，是供我自己的商，这是我们家自己的独门香拌面。那这次提供60袋要送给大家，一袋长这样子，里面有4包，只要留言分享、按赞影片的话，就有机会可以抽到。那相关资讯，如果你想买更多的话呢，相关资讯都在旁边这里，记得支持我们哦，下次见，拜拜。